那新计划下，劳动力发展及的延续教育训练中心每年的训练名额将从11万个增加到22万个，政府将会从下个月开始增加两年，每年从下约3亿元。15.5亿是用来提高我们的训练请假工，那么剩下来的1.5亿是进线，也充分受训，另一方面也会考虑到他的。